日本青森县弘前韩馆文化物产嘉年华，目前当地的台南大湾坝盛大登场。在开幕典礼上，弘前市市长殷天宏、台南市市长夫人刘玉金、湾东百货杨文长林章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奥正史、台南市日本人协会理事长奥西克彦、上林干事大龟一郎等代理贵宾，做伙喊着弘前岁末节的口号来游街做宣传。的十二年前第一次推广苹果的时候，我们是卖了3000颗，今年应该可以突破20万颗。20万颗是一个数目而已，最重要是殷田市长还有远东百货的强力推销，现在整个台湾都知道弘前市的苹果是最高级的。その後、観光あるいは教育文化の交流として今日まで発展してきております。那除了苹果呢，还有观光、文化、教育方面，各方面有了交流。これからさらに交流が進んでいくことを期待をしています。接下来呢，希望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不只有岁末节游行，台湾这边也请出在日报纸以及赛灯，让日本的朋友也当认识台湾夜灯的文化。从12年前的这个3000颗到现在的20万颗，成长了60倍。我相信弘前市跟台南市的友谊成长也不止60倍。也再次感谢弘前的贵宾能够来到台南，热烈参加我们两个城市的物产及文化的交流。2023日本青森县弘前韩馆文化物产嘉年华，伫百货六楼，除了有展售来品种的青森苹果，还有日本苹果饼干、苹果醋、鸡卵糕、苹果果汁、大会等，甲日本邻国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